干！哎呦喂啊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我、哦、来到时间来到43秒。谁啊？哎呦喂、啊！哎呦喂、啊！哎，Hello everybody。Hello， 欢迎又来到我们 Mr. Cowbell 的鬼月特辑。Hey. 那我们今天来玩的游戏叫 Spaghetti， 那个它游戏的介绍是这样啊，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拒绝一碗热腾腾的 Spaghetti。哦、oh, ，我最爱吃 Spaghetti 了。然后我们也不行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当一个不能拒绝 Spaghetti 的人。好的。这一碗 Spaghetti 不是属于我的，甚至这个家都不是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。三小。不知道什么事，你把发生事情到底怎么进来的？他游戏介绍就是这样子啊，太怪了吧！然后要怎么玩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嗯，听说就是会有东西冲出来把我分成好几片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是恐怖游戏啊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。哎、是在干你？是说你玩过就翻掉。那我们今天只有三个人，就是有我、小雨。还有我巴拉，我是芒果。对，那我们今天会采取不一样的模式，我们不会让巴拉一个人受苦，我们大家轮流玩 Spaghetti， 看我们每个人的记录是多少。嗯，我好感动哦。嗯、好，雨碧，你巴拉先玩。屁嘞！好，那我先玩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游戏在玩什么。好好好，然后这体验一下。这游戏在 Steam 上45块就有了，好便宜啊、哦，不是免费的。那他就是说，如果你往下看着那一盘意大利面的话，嗯，你就是跟着他上面的提示去按画出左键右键吧，然后试着把它完成看看吧。他很小啊，在干嘛？还真的是 slap 哎、欸，哒哒哒。虽然说如果你按错的话，就会变成用揍的，然后揍我就会，他就让他的那个温度变低。对，这有点超出我的理解程度了。真的？没有啦，只是就是不知道会从哪里来。反正这 spaghetti 不是我们家的嘛。有时间了，有时间了。等一下。哎呦喂啊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我、哦、来到时间来到43秒。谁啊？哎呦喂、啊！哎呦喂！哎，这么可怕、啊！哇！好，我53秒。好，等一下，这游戏可以全破吗？够解了吧？没有，这游戏就是看那个、啊、你的时速啊。哦，什么意思？看你能撑多久啊？他没办法全破啊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就是要看谁能撑最久。那我们要不来定个目标？没有，我们就三个人玩，先玩一次看看，三个人玩一次就好，看谁撑最久。等一下，可是你要先教一下，但刚说可以怎么躲。好好，那你教学一下。他可以怎么躲？他就是往下嘛，欸、这边，然后也可以跳过去。用按的，是不是？按的就可以，按左键。Oh my god， 傻小。他每次播完电视就会这样。对，就是你看到这画面按左键，然后对着他就是左，右，我先躲起来了。对，差不多像这样。快走！凉掉了，要凉掉了。哎呦、哦，如果不打他的话，变成……干！我冒冷汗，我冒冷汗呐、啊！好，我53秒，下一个换芒果。我只换火 ，OK？ 我不错哦，够稳。好吃，错了，直接错一个哎、欸，老大，没有，我先看怎么躲嘛。好好，所以要从后面来哦。不是啊，这怎么过？这感觉都会死哎、欸。啊，可是里面快冷掉了呢。跳过去看看。屁呀、啊！嗯，哦，面冷掉了。哦，这样子就快了。哎哦、不一样哎、欸、！What the hell？ 没有吓到。好，49秒。你看，到底是怎样？只要换巴拉，换巴拉。好，换我了，各位。啊、我要狂打，我要狂打。L 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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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啊！再一次打他、啊哦，要躲，要躲啊，要躲来。Eventually， 哎呦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走了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是不是可能要来回跳之类的、啊？好，好，我们决定看攻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知道了。那再解说一次，这样吧。我们就来挑战，可不可以到五分钟好了？嗯，五分钟，五分钟很久哦，好像有点困难哦。先三分钟还是两分钟啊？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哦，电视是没事的。看他，看他，这次来我们就要看他。嘿嘿。OK。毛都帮你梳好了。OK。打游戏嘛。好，这个不要动。这小朋友们就不要动。Shit， 躲躲躲！哎，好，好回去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们就要躲一下。哦，来看他，你躲躲躲躲躲、啊！是吗？是吗？对，他是躲。好，好像可以了。好，哦，这个声音好就可以了。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哦，有那个 Auntie 那个。吓死我了！哎呦！要死掉！干啊！十个，还有十个指令。我是你，哎，鸡巴！好厉害啊！我六分钟了。来，芒果换你。六分钟好像差不多哈。干！啊干！冲啥桥？我对 L R 障碍，哎、欸，不要动，走开啊！身小必败，这什么？哦，好的，抓出来，躲另外一边，快快！快再一次啊！哎呦，自作聪明躲到下面，不是因为我刚我想要躲大伯，我觉得那个电视是不是跟大伯有关系、？OK， 对啊，阿西米是阿姨啦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就最后一次换巴拉吧。巴拉刚刚看我们玩，应该手很痒了啦。痒啦，痒啦，来，没那么难。我自己吃面啊，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吃啊。我觉得你是闭嘴啊。没有，他们都不来，无聊哎、欸。不跟这个。啊，这怎样？哎、欸，哦哦哦哦啊，不对啊！高呀，哎、欸，这个给我提示一下。靠背哦，给他金鱼岛。哎，在旁边看看自己玩不一样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，好，不要讲话了啦。声音啊，我要认真的，四十一秒是怎样？不是，不算，不算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两个靠背哦。哎呀，这个哦，好难哦。太难了啦！都死在弟弟手上，哎，弟弟过分呢、欸。好啦，这游戏，哎，果然是小雨最高分啊，真的，小雨厉害，让他爽一下。嗯，啊，这还45块而已，是不是？在Steam上面可以给大家玩玩看，好，亲朋好友玩一下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大家拿出来，一人玩一次，爽爽啊！大伯、二伯、阿姨还有熊小弟都有，都大家都在啊。除了没红包啊？嗯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芒果没红包、啊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谢谢咯，拜拜，拜拜。